今天早晨一起来翻开圣经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一起来看四处的经文，次序有一点不太一样哈。
但是我想待会儿你就可以体了解到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十六节，保罗在这边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若是你带着自己的圣经，你带着纸本的圣经的话，或许你就可以把这个信心把它圈了起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稍微往前看到第五节，保罗他在那边他这样说：我们从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你可以把幸福这一个词把它圈起来，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幸福真道。第三处的经文是在第十一节：因为我切切地想念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十二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你可以把信心这一个词把它圈起来，就可以得安慰。最后的一处经文是在第八节，第八节保罗他在这边他说：第一，我靠着主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第一，我靠我主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你可以把信德这一个词把它圈起来，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唯独信心， Faith alone， Faith alone。 第一次毕业典礼，那时候疫情正是极其严峻，整个礼堂可以坐六七百个人，但是政府规定不可以超过十个人，因此颁发文凭是完全以虚拟的方式线上颁发文凭。我手里面拿这个文凭，毕业生在电视荧幕里面林院长给他们的文凭，这是第一次的毕业典礼。第二次的毕业典礼稍微好一点，虽然亲朋好友没有办法参加，但是至少老师跟毕业生可以参加，因此在台上就可以很具体的很实践的把他们的毕业证书给他们。我的第三次参与在这个毕业的典礼里面，总算是有一个实体的一个经验，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在毕业典礼的环节之中，有一段是院长给予毕业生的一个差派。我在预备的时候，神就特别引导我想到了这一个字或者这一个词，信心 Faith， F-A-I-T-H。 我思想到这一个词的时候，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思想到五个层面，也成为了我那一天给毕业生的一个勉励。首先我思想到 faith， faith 是什么呢？ F 代表着 faithful， 要做一个忠心的人，要做一个忠心的人。当他们毕业的时候，无论神差他们到什么地方，都要做一个忠心的人。我想这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 看重的。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那个末世之道，其实在那里连续两次三次之多，耶稣特别提到一个忠心的仆人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做忠心又有见识的好管家，要做一个 faithful， 一个忠心的人。
若是 F 是 faithful， 那 A 又是什么呢？我把 A 想成 available， 待命， available， 待命，永远带着一个心智，就是主啊，你要我去哪里，我就愿意去，永远是一个敞开的心。我特别勉励我们的毕业生，腓力的故事，使徒行传第八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26节，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你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哪里的地方，加萨的地方，就是他们现在在打仗的地方，那路是旷野。26节，紧接着你看第27节，腓力就起身去了。我特别喜欢这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这一节。我们看到腓力是一个待命的人，一个 available 的人，他没有向上帝要求任何的蓝图，没有问上帝你要我去多久，你要我去到那边做什么，也没有说到了那一个地方我要待多久，都没有讲。腓力就起身去了， available。 我们要做忠心的人，我们要做待命的人。第三 I 又是什么呢？我想到了，就是 integrity， 诚信的人，诚信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看到的教会是一个诚信的教会，这一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看到的就是诚信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表里一致，我们做诚信的人。所以第一，我们要做忠心的人， faithful。 第二，我们要做待命的人， available。 第三，我们要做 integrity， 诚信的人。 T 又是什么呢？ teachable， teachable， 受教，受教。我想在这一个心路这个路程的上面，我想永远是带着一颗学习的心。我们在全本圣经里面，新约读到彼得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彼得后书3章18节，他在那边他说什么？你们却要在救主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什么？有长进。你们却要在救主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受教， teachable。 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是什么？ H， H， H 又代表什么呢？当然我想到的就是 humble， 就是谦卑， humble， 做一个谦卑的人。那一天我特别勉励毕业生，我说在你们当中应该没有一个人的腰是比我粗的，但是无论你我的腰是多粗多细，让我们永远都效法着耶稣基督，做一个能够弯下腰来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我想这不单单是传道人要学习的地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是的，不单单是谦卑，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待命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诚信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受教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信心的群体，一个 faith 的共同体。当然讲到 faith， 我们就一定会联想到，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吗？其实若是我们单单看新约的话，我们会发现信心这一个词， faith 这个词，无论名词、动词、形容词，前前后一共出现了有561次之多。很明显，这一个词，这一个真理，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真理。其实不单单是在圣经的里面，若是你稍微了解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在1517年的10月31号，也就是再过几个礼拜，成为纪念的日子。1517年10月31号。有一个奥斯丁的修士，他的名字叫
马丁·路德，他就在维登城这个地方，在那里的教会就钉上了那个95条论腕 95 theses。 特别在这95条的当中，清楚地强调，今天人不是以我们的修行，更加的不是因我们的苦行来赚取、来赢得救恩。其实我们今天早晨没有读，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刚刚读了4次所谓信心 faith 出现的地方，在中文圣经有可能看不太出来，因为有可能你刚刚也注意到，似乎好像我们刚刚读的每一节英文其实都是 faith， 但是我们中文却为了让它通顺，就用不同的词把它翻译出来。这有可能也是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多看几个不同的翻译版本，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读圣经有亮光，有亮光。我们刚刚读了那4节 faith 的出现，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读从某一个角度是更重要的一节，就是第17节，保罗他在那边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与至于信，因经上所记。然后保罗就引用了哈巴谷书2章的4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马丁路德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特别在那一个时代，整个教会走到一个极其腐败的一个光景的当中，不单单是教会的圣职人员是在腐败的里面，他们所教导的也其实是远远的超过了圣经，违背了圣经的教导，甚至还可以用所谓的赎罪券让人能够脱离所谓的炼狱，或者至少减少在炼狱的时间。马丁路德看到了这一节，马丁路德了看到了这一句话，义人并因信得生。就在1517年10月31号，我们常常有可能就不会看重这样的一件事情。10月31号，我们一般庆祝的是什么？万圣节 ，Halloween。拿糖果吃，当然我想大概这不是我们台湾的习俗哈，但是你若是去到美国，你去到一些欧洲的国家，10月31号不是在纪念马丁路德的日子，而是想到哎呀今天晚上有糖果可拿了。改革纪念日，我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其实也包括我在内，我生长在一个不太看重这一些教会历史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传统的当中，从小就在教会不太有印象，还特别为改革纪念日还有什么特别的庆祝，我想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就在那个时刻，上帝借着马丁路德就翻转了整个一个教会，进入到所谓的新教的里面，或者基督教的里面。因此我巴不得今年的10月31号、应该不是个礼拜天，但是无论如何，或许你就在你的这个手机上面，你写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为马丁路德那么多年前把教会带回到真理的里面，义人并因信得生。感谢赞美主，不是靠着我们的修行，不是靠着我们的苦行来赚取、来赢得这个救恩，乃是因信得生，因信得生。但是让我们就很快的回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4节的里面，就想从4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思想，唯独信心，信心的4个层面，4个层面。
我们先来看第十六节，我们刚刚也读了，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每逢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真是就是会想到我的高祖父戴德生，他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年的头一天，一月一号，他就会拿出他的支票本，写一张支票奉献给当时特别在犹太人当中在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原来的名字相当的长，叫什么呢？英国人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协会。具不具体啊？好具体啊！英国人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协会。感谢赞美主，其实这个机构今天还存在着，只是他们名字简化了很多，现在在犹福差会，犹太人的福音差会，就四个字容易讲多了。他每一年的一月一号就会拿出他的支票本，写一张支票奉献给这一个机构。很可惜不知道他奉献了多少钱，但是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一个支票的后面就写了先是犹太人这一句话，先是犹太人，他就奉献给了这一个机构。几年前我有机会见到这一个机构的总干事，他就把这个故事后面的一段也跟我分享，他就告诉我，当他们收到这个机构这个戴德生的奉献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哎呀，那我们应该也奉献给内地会啊。因此他们就把支票本拿出来，就写了一张支票奉献给内地会。戴德生是写先给犹太人，而这个机构后面他们所写的字是后世希利尼人，后世希利尼人。就可惜不知道到底两边的数字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是不是相同的，还是有差别了。保罗在十六节说，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在这一节的里面，很快的，我想我们看到三件事情。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救赎的必要，救赎的必要。保罗在这边说，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意味着这一个救赎其实是涵盖着所有人，不单单是犹太人，也是希利尼人。我想这其实也是早期教会一直似乎好像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一个状况。包括我联想到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你会记得他去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你知道那个挣扎是何等的大，但是感谢主，后来他顺服主，他就去到了凯撒利亚，就跨过了那个门槛，就进入到哥尼流的家里，就把福音传给哥利牛以及他的一家。神的心意是所有的人都要有机会听到福音，所有的人都必须听到福音才能够蒙恩得救。你有机会回去看那一段的经文，特别注意到哥利牛这一个人其实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人。是的，他是一个百夫长。我顺便提一下，新约圣经好像对百夫长都相当的正面看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有一个百夫长去到耶稣的面前，邀请着耶稣来到他的家来医治一个仆人。当耶稣去的时候，这个百夫长却对耶稣说，你不来，你不能来，因为咱台湾话讲未堪定，不敢当，我不可以去的，你不可以来我的家，我不配你来我的家。后来记不记得耶稣怎么样肯定这个百夫长，对他说，在整个以色列从来没看过一个人的信心是这么大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又有一个百夫长，他说什么？这一定就是神的儿子。
到了第十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似乎好像又是很正面的来看百夫长。其实到了最后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百夫长陪着保罗一起从凯撒利亚，经过了27章的传承，经过了27章的传难，就抵达了罗马那个地方。但是你紧接着去看哥林牛这个人，我们会发现其实那边告诉我们他是虔诚的，他是敬畏，他以及他的全家都敬畏耶和华。伸出祷告的时候常常祷告，常常周济穷人。但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却看到哥林流这个人需要彼得去把福音传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救赎的必要，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救赎的必要，救赎的源头很坏。第二，当然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十字架是那能够彻底拯救今天你我，彻底拯救这一个时代的，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七言的最后一言还记得是什么吗？成了。 It is finished， 完成了，这一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在这边首先看到了这一个救赎的必要，第二我们看到了这个救赎的源头，当然第三很快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了救赎的途径。要救一切什么的人？相信的人，相信的人。就如同马丁路德他自己所看到所领受的，一人并因信得生。唯有你我打开我们的心门，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相信他，我们就必然得救。让我想到我18岁的时候，其实才真正的蒙恩得救。虽然在那个之前跟很多所谓的信二代、木二代啊，那时候我还称不上宣二代哈啊，因为还不是宣教士。从小就在高雄长大，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小朋友好享受，都有他们自己的活动，都有他们自己的主日学。那时候我们其实是跟大人一起做礼拜的。我还记得前几个礼拜有机会去到高雄圣光旁边的巡礼会，若是你熟悉高雄的话，或许有一点点的印象。那个地方就是我成长的地方，每一个礼拜天就是去教会，就是坐在第二排。我去那边讲到，发现他们的那个木头椅子应该就是60多年前同样的木头椅子。第二排记得很清楚，妈妈坐在外面，然后大姐、二姐，然后戴季中坐在旁边。后来到了最后面，戴季中实在是疲到不行，所以把大姐、二姐往里面搬，然后把戴季中坐在妈妈的旁边。不乖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一个门，就拉出去打屁股，哭完了再带回来。哎呀，最受不了的就是常常要听我老爸讲道，虽然他讲的也是相当的不错了，但是最受不了的就是他喜欢用他的孩子做例子，特别他的儿子做例子。18岁的时候才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时候我是在台中念书，在马里逊一个教会的学校，学校的6年级老师就特别关心这个高三的戴季中，发现其实他没有真正的清楚蒙恩得救，就常常约我到他们家。他们是美国南方来的，他们是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师。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总是觉得哎呀，这些美南浸信会的师母们搞住啊，真是会主。
老祝您听有了哈，就突然插了一句，大家转不过来哈，对不对？老祝了哈，就常常去他家，接受他师母的爱心款待。Wendell Powers, Mr. Powers 是他的名字。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他讲的东西，你说我没听过吗？全部都听过了。时候满足，戴季中很清楚地知道他心里面的污秽肮脏，特别在青少叛逆期的当中所做的事情。感谢主，在18岁的时候，神就透过 Wendell Powers， 神的大能，就带领戴季中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后来就在马里逊的游泳池里面接受洗礼， Wendell Powers 替我施洗，走下水的时候就跟我说， Jamie， 这里水很多，所以你的罪都会洗干净。好像神学上面有点问题哈。救赎的必要，救赎的源头，救赎的途径。保罗在这边他说什么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我们第一看到是什么？我们第一看到的就是救赎的信靠。对不起，我没有先把第一点告诉大家，救赎的信靠。但是紧接着第二点，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到第五节，我把这一节称为是真道的信服。真道的信服，第五节说什么呢？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要在万国之中叫人因他的名什么？信服真道，信服真道。真道的幸福，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会发现先是要相信，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相信一个短暂的一个层面，或者一个一时的决定的当中，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幸福真道的一种生命，也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更多的时间，但是其实若是你很快翻到这一卷书，罗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在那里也是回到这一个信服真道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我很快念给大家听，第16章的第25节到第27节，保罗他在那边要结束写给罗马的信徒们，他说什么呢？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活和所讲的基督耶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乃且要按着永生神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很有意思啊，这个万国也在这边出现，就如同在第五节所出现的，要向指示万国的民，然后注意下面他所说的这一句话，使他们信服真道，信服真道。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就不多谈这一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腓力的故事，是我极其喜欢的故事。腓力就起身去了，信服真道。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单单是相信，我们也顺服。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这是我们信仰的双轨，不是单轨哦，双轨。信靠顺服。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
在万民之中，万国之中，叫人因他的名信服。真的，你有机会也可以去思想这个万国之人，我想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所以第一，保罗告诉我们救赎的信靠；第二，他告诉我们真道的信服；第三，很快我们来看他在那边说，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什么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就想到了什么呢？我就想到了激励的信心，激励的信心。不单单是我们有一个救赎的信靠，我们不单单是有一个真道的一个信服，其实我们也需要在主的家庭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需要彼此来激励。我非常佩服保罗对罗马教会的这一种热诚。若是你回去看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一而再再而三，他巴不得就能够去到罗马的教会，能够来认识在罗马那边的信徒们。可惜我们不知道罗马的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你回去看使徒行传，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尤其当我们了解后来罗马的教会扮演了何等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从来路加都没有告诉我们福音是怎么去到罗马的，那边的教会是怎么被成立的。唯一稍微有一点点的可能性，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回去看，路加列出了有15、16个不同民族地区的人，其中他也特别提到了罗马人。因此一般的圣经专家告诉我们，非常的可能就是这一群无名的传道人，或者应该说无名传道的人。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无名的传道人，无名传道的人，在五旬节信了主，回到他们自己的所在地，罗马的教会就开始了。哎呀，保罗的心愿就是能够去到罗马，能够在他们的当中将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对不起，我也揣摩了好久，哇塞，一个人可以把属灵的恩赐可以这样分给人吗？巴不得我们庄牧师把他一些的属灵恩赐分给我们大家，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我们能够坚固，我们能够彼此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里面，我们能够同得安慰。这个同得安慰这个词，在原文的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在整本圣经新约里面，它只出现一次。其实它背后的意思有一点像，若是你记得或者你看过那个加拿大雁，那个大雁，我们都注意到他们飞行的这种方式，对不对？前面有一个人，哎，不是人，一个大雁在带头，然后后面的这一些其他的这个大雁的这个同伴呢，就跟着这个前面的人。若是你注意过，你会发现其实蛮吵的嘞，蛮吵的。因为后面的人，我又差点讲出来。后面的这一些大雁就不断的出声音来鼓励那个前面的人，鼓励那个前面的人。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成为我们教会传道人的助力？不是主力，卷不卷舌很重要。我们有没有成为他们的助力，还是我们常常成为他们的主力？我们是在后面替他们加油，就像那些大雁一样，为着前面的那个人加油，又是个人，彼此鼓励，彼此鼓励。当然我想在这边也提醒着我聚会的重要性，尤其在疫情后时期，我想还是要回到实体的聚会是重要的。总而言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
激励的信心，激励的信心。第十六节看到了这个救赎的信号，第五节我们看到了真道的幸福，十一节我们看到了激励的信心，然后注意第八节最后一节，第一，我靠着主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什么信德 faith， 信德传遍了天下。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教会，淡海教会，淡江教会，让我们的信德，让我们的 faith 能够传遍天下，为了主的名得着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我跟师母今天早晨来的时候，对不起，没有事先问教会，但是我们总是觉得，哎，好可惜，若是这个上面的十字架能够稍微大一点的话，更加的凸显。但是我想应该政府有一些的规定哦，怕它倒下来还得了，所以就是这个大，不可以再大，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哎呀，若是能够更大一点的话，真是巴不得，这是何等美的，我们的信德能够更加的传遍。就让我想到，我就用这个故事做结束。宣道会 Christian Missionary Alliance 他们七十周年的聚会，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宣教士，他的信德其实也传遍着天下，他的名字叫翟辅明，翟辅明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师，他的父亲是一个报社的社长，非常非常的非常这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报纸，非常成功的一个社长。他一直希望能够迟早就把这个责任交给他的儿子翟辅明，但是翟辅明有一个心智，有一个感动，就是神要他去中国去宣教，因此他就没有接受父亲这样的一个安排。他就加入了宣道会，就是宣信 A.B. Simpson 所设立的这一个差会，就去到了中国的广西，学了一口流利，不是广西话，而是广东话，因为在广西他们其实没有广西话，他们还是讲广东话，只不过他们把它称为是白话，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在那边宣教了不久，就收到了一封信，一个邀请函，是从美国，这个公司是一个石油公司，叫标准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mpany， 写信给翟辅明，他们听说他会讲广东话，他们就希望能够在香港那个地方设立他们的大中华办公室，他们需要有一个人负责来带领这个工作，因此他们就跟翟辅明 approach， 跟他谈，邀请着他考虑来接受这个工作。当然这封信里面把他们会给他的待遇也写了清楚，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待遇，至少跟他当时一个宣教师拿的薪水那个差别，生活费是极大的一个差别。翟辅明连想都不想就回了这一个标准石油公司 Thank you but no thank you， Thank you but no thank you。 过了没有久，标准石油公司又写了一封信给翟辅明，这一次更厉害了，讲到了待遇，他们就跟他说，你要多少我们就给你多少。哇，不得了啊，你想一想，不敢用引诱这个词来描述，但是这个吸引绝对是有，不是吗？若是今天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你突然收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某某公司要把你挖角去，告诉你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老实说应该都会接受的，70%-80%的人一定会接受。翟辅明连想都没有想，就又回了标准石油公司，对他们讲了一句话，中文就是怎么翻都很绕口，英文他说什么呢？ Your salary is big but your job is too small， 你的薪水是很大，
但是遗憾的，你这个工作是太小的。什么意思呢？他是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打拼，这个工作才是有永恒的价值 ，eternal value。Eternal significance。 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信德传遍天下，但愿我们的教会的信德传遍天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德也是成为上帝所能够使用的。阿们。救赎的信靠，真道的信服，激励的信心，宣扬的信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短短的四节的经文，主啊，有太多没有机会讲的，但是就求主你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揣摩思想，主啊，我们怎么样也能够将保罗在这边写信心 faith 的四个层面，蒙恩的层面，顺服的层面，激励的层面，宣扬的层面，主啊，但愿你自己在我们的心中生命当中来工作。也特别在这里，无论是现场是线上，也纪念或许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福音朋友，哦，主啊，但愿今天就如同保罗在这边所写的，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不是靠着一个人的修行，也更加的不是靠着一个人的苦行，唯有靠着一个人的相信，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够不仅是蒙恩得救，有永恒的盼望，更加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有丰盛且得胜的生命。谢谢主，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